前来到了西班牙的正中心，这座城市呢叫托雷多。这个是罗马古桥。是一个，我碰过很多庄，吃了一个，觉得不够瘾，那还要排队哦，干脆一次买两个。拍了很多美好，把这些美好的印象也做了记录，希望有机会来多多参与陶家老师的探索之旅。啊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是我这个是标准的吃法来。啊。